鉴于这个我的等级比 Team 人高很多很多，所以决定先分点神奇糖果拉一下等级，是吧？嗯。20个怎么样？好嘞。让你级别跟我差不多了，就得让你能对战了。现在今天就跟你对战了？对呀，我都给你神奇糖果了，你得提上战斗力来跟我对战。这两个还是我要飞了，我还是以找那个道馆和、哦、行灵堡最后两个就变了。你刚好啊，这下你的战斗力也不错了。嗯嗯，我上次也我有个神奇糖果是那个在那个洞里呢。哎呦，皮卡丘！皮卡丘，这不是皮卡丘吗？皮卡丘，别跑，变成我的经验。对阵皮卡丘。行了，不用皮了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创造，一人拿一个末影箱啊？每次回去放好麻烦。哎，这不是沙漠了吗？哦。嗯，带火图，来。我也骑上木克烟了。对阵。主要任务还是练级。我要练级去了。我也是练级，我也是主要任务是练级。现在这个沙漠就意味着有可能会出古拉洞啊，出了古拉洞必须能找得着它呀，沙漠里面最容易找了。找得着是真的，但是抓不住也是真的。哼，不一定啊。古拉洞快出现吧。我这好多这个带火陀呀。哎，我在这练级不错其实，但是我在这那谁金刚星就练不了了，好多秒我金刚星的人。哇，我都来练这只50级的鸭嘴火兽了，你看看这么嚣张。秒的杀鸡拉鸡，可以啊。火之石碎片，我的天，又一个村庄。哎，不是神庙，沙漠神庙，沙漠神庙。哎，什么情况？这谁在这挖了个坑？谁在这挖了个一格深的坑？太坑了吧这样，谁干的？哎，为什么会天然形成这么一个坑呢？对呀、啊，只有一格的那个一个坑，刺激不？这次是我没留神，这不是沙包蛇吗？就变沙罗蟒那家伙。哦，沙罗蟒挺厉害，其实，你看，沙吉拉都剁不死他，他的防比50级的鸭嘴火兽还要高。不是、啊、大哥，嗯，你打他不是属性克制，你打那个谁属性克制啊？啊，那倒是。嗨，你好，不会又是老渔夫吧？果然又是老渔夫，哇，连续两个老渔夫。这老渔夫喜欢到沙漠里来钓鱼啊。下面有 TNT 也不怕，我们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吗？应该基本上属于不死模式吧？不，你也是一炸就死的人。不是，哎呦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这边有人呢。虽然说是和平，但是你要是直接给他。他要是直接给你炸死了，你也没有回血的机会啊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。是那么回事吗？对呀、啊。好吧，得有沙子一格一格垫下去。不，你就这一格挖下去就可以。哦，好的。下去之后，先把压力踏板给挖了。好。没事没事，挖压力踏板 ，OK。这就安全了。安全了。开箱。现形镜。哇、哦！现形镜得拿呀、啊。好东西。等我先把这些东西合一合地方。大地石板我得拿是吧？以后阿尔宙斯得使啊，得为阿尔宙斯做好准备。对啊，火之石碎片我不拿了吧。这个箱子里 GS 球GS 球是必抓吗？神秘的精灵 球好像不是必抓是吧？是 GS 球不是，你挖一个螺旋台阶不行吗？直接斜着就挖出去了，是个狠人，破坏古代遗迹，我是高手，看看、啊看看，直接发到外面来了，哈哈哈哈！破坏古代遗迹罚款，来了个 boss， 打他！嗯，这 boss 打完我就有他的进化石了，但是我又没地方放，你说尴尬不？打得过应该是打得过，打了再说。我有沙吉拉呀，地震！你咋播几句话呢？对呀、啊，忘了，能急吗？现在能啊，喷火。几句话，几句大地，收他。再见。哎呀，一丝血，沙吉拉没经验。哎，哦，喷火是血越高打的越多。他现在只剩一丝血了，所以打我很少。耶，干掉他了，非常有效，倒下。大师球！哇哈！神奇糖果大师球喷火陀进化石，呜、哦！这以后要是有阿尔宙斯，那不是稳了？三个全扔地上了。三个全扔地上了，只要有二宙斯当然稳了。哎呀，
有个神兽那你也抓呀？这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什么岩石不打了。我天呀呀呀！可不，我也要大师球，给我个 boss。防尘护目镜就不要了吧，防尘护目镜我肯定不会用的。神奇糖果拿了。哦，这下裂空座二宙斯出来了之后，哎，妖塔，不错哎，这附近还有个妖塔，我是不是应该记记这儿的坐标？这地方这么好。多好，就是有 boss， 有妖塔的，有大师球的，不得纪念一下这个地方，让我来看一眼啊。哎，如果是刷 boss 的话，这个水里面水箭龟倒是挺多，我记得以前玩生存总有水箭龟 boss。 来吧，飞哥找找有没有 boss。 这么多药，太帅了吧。你确定你调了？为啥还是没有 boss？ 其实药用不着是吧，药都是 Pocket Heal 吗？不是，也就是说有时候打神兽的时候，你没有几个那种，比如说他让你麻痹了什么的，你没有破解的药就会很痛苦。对，平常刷刷经验什么的其实用不着药，就解麻药有用，其他的就等着它自动解除就行了。只有麻痹是永远不会自动解除的啊，毒也是，毒和麻痹和灼伤这三个是不会自动解除的，这三个要留着，其他的卖掉。吃夜咆哮虎，哎呀我天，沙吉拉学地震然后赤焰咆哮虎升级，你这战斗力今天是不是可以一战了？最后够呛，这还够呛呢，16级训练家干掉。哎呀，我再继续飞出去吧，这是个训练家。哇，37级训练家完美啊，来吧。哦，喷火陀刚刚好，地震。哎，这雷打的有点太密集了吧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自爆磁怪也可以飞呀、啊！啊，可以骑着飞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才想到，我感觉自爆磁怪也是个能飞的货。它飞更帅啊，它是像个飞碟似的。对呀、啊，那我还有姆克英干啥？我在这儿要耗一个固拉多，现在谁还说我抓不住固拉多？大师球在手，固拉多尽可能的出现吧。对呀、啊，你有大师球。对呀，有个大师球，等裂空座不用死等裂空座，这个谁固拉多也可以啊。哼，这应该是豆蔻枝上面那个手环、哦。这个是豆蔻枝，这个是豆蔻枝手环，嗯、啊，就是它了。呆呆兽，你的进化时刻到了，又见你。有了，有了，加勒尔的小呆，小呆，哦、小呆呆，哇！但是没有那么帅了。BB 武器，呵呵呵呵，传说中的 BB 武器来了。嗯，就是它造成物攻还是特攻，是要看哪对方哪个低，是吧？哟，都开始刷喷火陀了，你看看。你整一只让它说句话呗。那喷火陀，嗯，喷火陀不厉害。交换者，给他鬼丝通，然后他给我天使鸟，天然鸟，对呀。我还不如要这鬼丝。千尾蜥要完了，用错招了。晚上的沙漠是刷虎帕的。对，抓只虎帕也行，也是680了。虎帕大鳄鱼带可兽在沙漠用这招冲浪横冲直撞，哎，还有点押韵。优秀 boss 大鳄鱼，也是 boss 啊，也是 boss 啊，集一个，集聚水流，呵、啊，打我这么多，我没秒他，我换个人吧，我现在不可以切换宝可梦提示我，因为你是集的，凉了，不是集的也应该能换，他可能有一个什么特性，记了就地震，哎呦，又得了个学习装置。哦，那种普通的经典的，嗯，这个可以去卖掉的。刚才大家看见圆柱沙了，哦，在这儿，哦，圆柱沙可以踢掉老班，如果可以抓住的话。也要路沙劈开，有点危险，这个劈开打了他这么多火花怎么样？火花他应该死不了，他有地面死了，哎，这都能死啊。没事，这附近有，说明这附近有，但是你看看，
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么远你都看见了啊？哎，你现在这叫声多可爱！龙溪，完美不？嗯，四血麻痹，这招龙溪简直太完美。哎呦，他用龙之怒也过了个半，没事，我直接抓了。这个家伙，哎呦，忘了扔仙击球了，我的妈呀！这个家伙，我倾向于用个高级球。GS 球，高级球，四血麻痹，这必抓呀！挣脱了，当我啥也没说。等我把我那个什么，我把我那个普通球扔了吧，我还有个普通球，占一格。哎，我那个普通球呢，在这儿，占一格，就还一个了，扔掉它吧。你用个 GS 球吧。呀，挣脱了，破恐龙倒下。GS 球有什么效果吗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效果，反正 GS 球。介绍上说它是神秘的精灵球。我扔出了神秘的 GS 球。挣脱了，浪费了，糟糕，这个家伙居然四血麻痹这么难抓，我又怀疑出 bug 了，我被针对了，我被系统针对了，抓住了，费了这么多球，加了攻击，但是减了防御，要是减特攻的话就完美了，但是加了攻击，反正烈火诛杀就是靠攻的，速攻的，可以用。这么多人喜欢老班，你们这么不看好烈火诛杀？好，既然这么多人拥护老班，我可要把老班给换出来了。班吉拉跟烈火诛杀属性不重复，但是在地面和岩石的招式方面比较重复。钢铠侠是不要了，但是钢铠侠我得等再看看。钢铠侠我可以考虑替换成一只电属性的，我现在没有电属性的。新村庄耶，新村庄洗劫呀，把药都洗劫一空。你一看说话间原路杀进化了，边洗劫边卖岂不美哉？我天 ，PP 提升剂一个卖4000多，去洗劫去。先把老班拿出来，钢铠侠放下。不是老班拿出来，沙吉拉拿出来。既然这么多人都支持老班的话，我得给他拿出来。顺应民意啊。